是我们的木山以及木岩。那主攻上门后方的是我们的妍希以及易佑宁。今天我们可爱的小花童给大家穿的非常的帅气，非常的漂亮，带来了美丽的玫瑰花瓣，一起骑在我们的幸福花台上。那也相信呢，小花童代表着我们真挚有热情的祝福，这一份真诚的心也深深的传递到雅轩、雅欣以及亮轩的心中哦。那现在呢，黑喵再次的邀请各位嘉宾一起将目光来到我们的后方，请大家。紧接着即将进入。